Hello， 我哋 Vert 啊，咁我哋有五位成员啦，呢度 Daniel， 呢个 Hugo、Harley、阿萧、Danny 啦，咁我哋好开心可以参加创家作呢一次嘅计划啦，今次用到我哋自己一首歌啦，3:01 AM 啦，亦都摆喺今次嘅 project 凌晨3:01里面啦，咁就呢首歌系一首比较舒服嘅歌，系讲失眠嘅，咁但系就入面当中我讲嘅故事都相当之得意啦，咁样，咁其实就我哋好俾心机做啦，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首歌，同埋中意我哋今次嘅短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Will。今次好開心可以同 Hannah 合作拍呢個凌晨3:01嘅短片。咁呢條短片咧就係用咗 Third 嘅一首歌3:01 AM 做一個創作嘅契機啦，咁樣。Hello， 我係 Hannah。咁我第一次參與創家作嘅短片拍攝啦。咁今日係第三日嘅拍攝，我覺得好 playful 咯，件事係我係好中意嘅。佢係講述一對唔係太 ordinary 嘅情侶。他们好像不是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发，好像有一种互相试探在里面，而其中 Hannah 饰演的角色阿斯就说，我们不如玩个游戏，就是他会在某些时候 send 一张相过来给阿邦，就是我饰演的角色，就去找他。那阿斯他是一个好像很疯狂，但是同时间又他又好像內心等待住一啲嘢，等待住某啲人嘅回應，或者等待住一啲事件嘅發生，都可能講到一啲而家拍緊拖或者曖昧緊唔同 situation 嘅兩個人伴侶與伴侶之間會發生嘅小情趣，同埋佢全部都係一啲港島拍攝嘅，跟住有種我哋熟悉嘅舊香港嘅氣氛。好多我未試過拍嘢咁樣走景咁樣拍嘅，例如我著住婚紗咧喺架電車上面拍咧，我勁似好似逃走嘅新娘子，然後唔知點解會自己搭電車。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凌晨3:01，同埋會支持嘅短片，仲有支持喺呢一個短片嘅 band Vert。咁到時記住多多支持呢條短片咧。到時記得投我哋一票。